菜都备好了是吧？嗯，要注意忌口，好，好都不能吃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今天是少主的大日子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您快去准备一下吧。真的是今天，上次送药，竟是最后一面了。侧夫人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吧。 怪怪的，这待会儿等少主回来了，无论烤得如何，都做几个好菜。好，给他庆祝一下，必须的。<笑>少主烤得多好啊，真是学习的奇才呢。